夏天这季节不彪悍要干嘛？哈哈，我今天呢自备这个秘密武器，在这个日正当中的烈阳之下来跳绳瘦身呀！我要变瘦！哇呼！看不是这样标的。我刚才在跳全世界最帅的舞蹈 Street Dance。 哦，我以为你刚刚跳普普巴兹舞。哎，不是，是普普白痴。你记得普普白痴？哦，普普白痴。哦， OK， 你刚刚在跳舞。对，你真的流很多汗呢。哎，有没有可以发现我的汗飙得比你还多？有。你想要瘦对不对？对，跳这个把它丢掉。丢掉。今天既然要跳舞要飙汗，那我就带你去跳舞飙汗，然后呢还可以吃香喝辣飙汗。我今天就是你的 master 大师，大师要瘦身就交给我好不好？跟着我们大家一起走 GO GO 捷运 Let's go。 全台第一家街舞教室，带你跳舞飙汗，用正面力量充满你的灵魂。只说记得不能慢慢跑，慢慢跑不行。我一定要这么活泼。对，这好像最帅的，还可以直降进，这样是最轻松的，然后降进。哇，好酷哦！对，这就是 Rocking 哦，就是煮煮查理挑战街舞融合戏剧表演之后，彪悍再加码，带你去品尝正宗四川酸辣粉。这个也太厉害了吧！这这么长嘞，好长。没有，你把它截断。哇塞！哇塞！哇塞 ！Q 弹够味的酸辣粉，让你酸到流口水，辣到流眼泪。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点都在 GO GO 捷运。夏天就是要飙汗，一起来享受跳舞带给你的快乐吧！搭乘捷运淡水新一线，坐到中山站出口六出来，顺着南京西路往承德路方向走，过了南京西路64巷之后，进入商业大楼的地下室 B2 就到了。我说主厨啊，哎呦，你穿的也不错啊。其实我们主厨也是会练街舞的，对不对？你刚刚不是也不错啊。我那个普普白痴是完全是乱来的，没关系。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专业人来教我们，对不对？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freestyle session。我们的 locking 冠军，我们的小云老师。超华丽的登场哎！想说上电视一定要嗨一下。老师这么嗨，你要不来一个？不不不！啊，算了算了算了，丢脸！不会，就是要从献丑开始才会跳舞。真的吗？今天也是来拜师学艺的。是的。老师，这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教室的由来。我知道，我有偷偷做功课哦。哦。这个教室可是全台湾第一间专业舞蹈教室，街舞的哦。没错。对，因为那时候大概在1996年，我1996年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大概五个人，我们这个团大家跳舞都就是跳舞的都不错，都发展的不错，但我们。因为要卡在当兵的，对的问题，因为通常男生当完兵之后，他就改变他事业，就从事艺术这一块就会比较少。没错。对，像我们前面的，譬如像我们前期的这些dancer，他们都碰到这一块就没有在跳。我们想让台湾的街舞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开了一间舞蹈教室。然后有了这个据点之后，我们的团员们再轮流去当兵，这样。啊，就是不会断掉，不会断掉，好聪明哦。1996年，由五位充满梦想的街舞工作者打造全台第一家专业街舞教室。为了延续台湾街舞文化的发展，不遗余力。除了有各类街舞，还有健身、雕塑、客制化教学等多元课程，一起来摆脱工作压力，得到运动带给你的正面力量吧。老师，现在谈到街舞嘛，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学街舞。有谈到街舞就是要这样，有好难。街舞到底有分哪种种类？对啊，有一种最简单是对着镜头这种。嘿嘿慢慢跑不行。我一定要这么活泼。对，好难跑。
再来，小允老师示范的是 Hip Hop 里面的 Happy Feet。很显然，主厨和查理的脚步一点都不 happy， 而且怎么还变成了动算舞 ？Breaking 我最会学的，对，我看那个 B-boy 有点，都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很像？是这样吗？有没有感觉不知道要干嘛？老师你看不出来？哎，是什么跟我觉得 Breaking 好像不太一样？我 Breaking 的 B-boy， 我觉得好像一只那种，我觉得你的 Breaking style 很像一只那种天鹅。我这 Breaking 应该是。地板动作比较多，对不对？对，可是我看它的上面有，它我们上面叫做那个 rocking， 还有有些这些动作，就像他刚刚做的这些东西这样。就是、在上面很久，很多人都在上面很久都不下去。对，你赶快出招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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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很久，还要很久，因为我腰受伤。Popping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机械舞，利用肌肉迅速收缩和放松产生的技巧。两人非常认真在，啊，怎么变成桥都败啦？Locking 就是，有点像 Popping， 它比 Popping 还要再早的五步一样，就你的肌肉瞬间 pose 瞬间停在一个状况，拉，对，所以你碰，我还可以指镜头，对，你还可以指镜头，这个比帅，这好像最帅的，还可以指降镜，这样是最轻松的，然后降镜，哇，好酷哦，对，这就是 Locking 哦，就是你比较锁住在动作，下腰，下腰这样，哦，小心，对对对。就只要一记这样指镜头，这指镜头，指镜这是指朋友的意思，指朋友，对，拉丁里面指朋友的意思，指朋友，朋友，哎，朋友，这个不错哎，对耶，学会了，因为这不用什么技巧，对，朋友，对，这最简单，对不对？哇，终于进来这个教室的殿堂。那个小允老师，你说秘密武器是什么？惊喜，秘密武器就是我的一个拉丁的 partner， 透一老师。都这样吗？真的，这就是默契，原来是默契。只有同一招，只有一招了，一招出场的招。托伊老师热情如火的把 locking 技巧倾囊销售给查理和主厨，两人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学习。不过第一次学街舞的查理状况怎么样呢？你看这样子感觉就是做人家，不是这样。这地板很贵，老师给小心。没关系，没关系。从里面出来，从里面出来，对，所以是同手同脚。对，同手同脚从里面穿，这个姿势感觉没那么帅，是不是？还是帅。但是我跟你讲，诀窍在最后这个脸，哦，跟这个 pose。你有发现？我发现 Lucky 有一个秘诀，指人家都会看着镜头，看着人，对不对？这个动作眼神很重要，这个动作也你出师了，耶！表情取胜，表情很重要。真的是有一个动作是只有头的，对对，哦哦哦，好厉害耶！哦，对，好厉害哦，有天分，哇，好喜欢看，没想到你就这样子把它抓出来，哇，太好了。细心的小允和托伊老师为了让查理和主厨能感受一起合舞的快乐，现场帮两人设计一系列 locking 动作。查理主厨继续加油，可别辜负老师的用心哦。哎呦！哦，这次真的更难了，真的超难，因为靠默契。我的专注完全放在我的表情。对，然后你要很认真的做表情。对，就是不两种不同的舞步啊。而且我发现用身体去感觉对方的默契，对不对？对。因为如果你不看的话，你要感觉到主厨的呼吸。对，而且他的脚步，没错。而且我们刚刚这样打算，这个从我推的骨头再敲下去，这就是错误示范。对，所以这还是需要练习。这还需要练习啊！这除了就是舞蹈的练习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去就是感觉到对方你的 partner，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脸部的讯息，然后给观众，而并不单单只是动作而已，因为动作没有那种生命力。对啊，舞蹈是散发感情的嘛。对，所以这个舞蹈还有这个 locking 很好玩哎，真的，除了单纯动作之外，你还是用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去感觉，毛细孔都打开了，可以感觉到对方了，对不对？那老师，我们继续练习，好不好？好，加油加油。Locking 合舞的重点，除了动作标准和眼神投射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你的同伴，感受彼此的节奏。看来查理和主厨的默契还不错哦。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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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向台鞠躬，哎，应该就是这样吧。还不错。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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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把老师开场，你们的进步了。每一次的进场都一定要这么活力，都要跟他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对啊，这样才有活力嘛。是活力。练的怎么样？练习的怎么样？应该还
感觉好像是自我感觉有点好，慢慢有抓到，慢慢有抓到。对，但是只有这样其实还不够啊，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加一点戏剧的元素在里面。好，戏剧是我强项，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是吧？摔时间，终于可以如鱼得水的感觉，对不对？是怎样的戏剧？哎，我们的小小故事、小品故事就是一个人在等公车，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想要过来。就是一位好朋友，对，要过来学他东西，这样，要不然要靠近他，然后突然这个人怎么都跟他动作都一样，这样，哦，有点闹他，闹他，所以是个喜剧，对对对，舞蹈结合在喜剧里面，没错没错，还有喜剧是我强项哦，而且感觉蛮有挑战性的，真的哦，那老师我们再试试看哦，来 ，OK。我觉得要再熟练一点，其实就 OK。但是我觉得你们那个戏剧感非常的好，这样。真的吗？真的。对啊，尤其是他这出来这样，哎，我太自然了。然后你演的这个真的太有，我完全就是被霸凌的人了，对，好真实啊。我们这演的比较好。真的真的演的很好，真的。那老师你们示范一下你们的进阶版，到底专业？确定吗？确定吗？要不然观众不过瘾，对不对？试试，见识一下。Danger, danger, danger, danger. Who be that damn perfect stranger?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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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er. Who be that perfect stranger? Original, clapping number one, hurrying you, serving you straight from the avenues, straight from the Bellevue. Check it, and every disrespecting it. I fake no damn jacks when I bring it on. I fake no damn jacks when I hold it down. Know my damn style, pressure coming through. Open the gate, right when we appear in your air. Listen to my damn style like Michael Myers. It's no attire when I'm coming through, it's on fire. It's on fire, and burned ya from the death. I'm from the earth like a nigga straight from the birth. Oh my god, I'm about to blow it up now. Coming through your brain as you go up now. Uptown, back to downtown. Soho, everybody know, no. Oh,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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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er. Who be that perfect stranger?完全不能比耶！对，不过老师看你们跳舞好享受，你们这是一个可以带给大家快乐的工作。对，就跳舞嘛，就是要快乐，要释放你的心情，释放能量，然后感染到你，也感染到你，有被感染到了。而且我们刚才都只用那两个动作啊，这个就是全部精华。对。就刚才教的动作，只有教他的两个动作，对。哦，所以我们这个简易版练一练，以后就可以变像老师一样。没错，对。哇，来这边就是一直流汗，我就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对不对？耶耶！尽情挥洒，舞动青春，武林自尊，唯你独尊，就要这样玩。一起来跳舞飙汗，舞动青春，让你的生命充满喜悦的正面力量。搭乘捷运淡水新一线，坐到中山站出口六出来，顺着南京西路往承德路方向走，过了南京西路64巷后，进入商业大楼的地下室 B2 就到咯。哇，跳完 street dance
始有没有感觉肚子非常的饿啊？有，而且刚刚飙了很多汗，就消耗了很多的热量。真的吗？对，我跟你讲，但是你飙的汗还是不够多。不够多？你这个汗根本不够多。还不够？你的眼睛还没有流眼泪，你的口水还没流出来，不够多。你现在是要我七孔流水就对了。七孔流水，有这么厉害，你才会真的是真的的飙汗哦。你就看后面这么多美味的食物，有，马上让你飙汗飙的更多，来跟我一起进去飙更多汗，走，唰唰。一起来品尝可以让你流汗流泪流口水的四川酸辣粉。搭乘捷运淡水新一线，走到士林站出口一出来，往中正路方向走，就会看到它在你的左手边哦。哦，好酸辣的感觉哦！好辣的感觉哦！为什么这么拍啊？踹对了，是只有脆糯吗？这个七孔都流水，都真的都流水，对不对？对。你看，要吃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邀请一个我们地表最长、酸到流口水、辣到流眼泪的大家长，我们的黄大哥。黄大哥，你好，你好。我刚刚，你刚刚那句春联是哪边抄来的？是黄大哥想的。黄大哥，你自己想的。对。酸到流口水，辣到流眼泪，这是我们酸辣粉的代表。哇，这两句话应该很贴切的形容这边的食物。因为黄大哥蛮帅的，是少女看到你在吃的。没有没有，是这样吗？这是因为很酸嘛，所以酸就会流口水，对不对？辣就会流眼泪，所以顾名思义就是酸又辣。酸又辣。对，所以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logo 一样，它就是会掉眼泪那种感觉。那想请问一下黄大哥，这个算是川菜？四川的口味，四川重庆，四川重庆，对对对，哎呦，是很正宗哎。对啊，是怎么样把这个带来台湾的？这个是我有去那个重庆的时候，就是在解放碑那边吃到这个东西，吃了第一次，回来还会一直想，就发现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特啊？是什么东西？就是酸辣粉，酸辣粉，就是酸辣粉，这个是非常道地的重庆小吃。分量十足的透明粉条夹藏着红红的辣椒，上层还撒满花生。这碗让黄大哥朝思暮想的酸辣粉到底有什么魔力呢？看，你看这个粉条，哇，它这个那个延展性超好的，你看它有律动，有律动，律动感比你还好，它也会跳舞，比你厉害的感觉。好 Q 弹，这个就是那个黄大哥花这么多时间在研究出来的。这个就是所谓正宗的酸辣粉，就是这样子。出厂的辣椒，那它里面是什么成分？到底跟台湾什么？对啊，这个主要的成分就是红薯粉。红薯粉，但是只有红薯粉，它是不会有这种弹性，不会有这种韧性的，所以它还有大概最少加了三四种其他的薯粉类，利用其他的薯粉跟薯粉的特性，让它变成比较弹性。延展性会比较好。讲这么多，我们先分食一点来吃，可以啊，可以，我们先吃一点，来来，举例来试试，先吃一点，先吃一点。好多啊！这个也太厉害了吧，这是这么长的。没有，你把它截断。哇塞！跳起来！哇！这是橡皮筋呢，这太厉害了吧！是什么口感？可是它又很像是果冻，又很像是你吃那个什么刨冰里面不是有一种东西会 QQ 的那个什么粉条？对，那是粉条，那是粉条的东西，真的。可是它又更多了一层那种果胶的感觉。正宗酸辣粉真是太厉害了啦！经过晒干泡冷热水后，粉条变得 Q 弹有劲，软嫩滑顺，酸辣过瘾，让你欲罢不能。再来喜欢喝汤的朋友们有福了，综合酸辣粉的汤头可是一绝哦。好香，而且香，中药的味道。对，有中药的味道，有一个中药味道。其实，在内陆麻辣汤是不能喝的，因为它都是油喝的，它是拿来烫的。对，就拿来涮东西。对。你直接喝，因为汤非常的香，有一个药膳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大骨的味道。就是火锅汤头，对，好清爽哦。所以它其实是用有蔬菜的甜在里面嘛。我们汤底就是有蔬菜、有大骨，还有洋葱啊、芋田啊，下去熬。老板有卖这个汤吗？直接来吗？没有，卖了你就不会来了。大骨蔬菜与中药熬煮出打动人心的汤头，是黄大哥研究锅底多年的骄傲。接下来另一名骄傲就是麻辣鸭血。哦，有汁对吗？观众朋友，我没有看过吃鸭血像在吃小笼汤包一样，它那个汁会流出来的，小心烫口。我刚牙就
个鸭血的每一个毛孔那个，真的吗？喷发出来。可以试一个吗？好好吃哦！试一个，试一个。这都是有学问的。哎，真的，鸭血里面也是有学问，里面可以吃到汤汁。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般我吃到好觉得其实是干干的。对，鸭血就是在卤的时候一定要用泡的，把它的麻辣汤把它泡在里面，让它吸收在里面。对，好，这个火候很重要。如果你在煮的时候开大火煮开了，它把里面的水分全部煮光了。所以如果说你在外面吃到，如果鸭血是扁扁干干的，对，那就是它火候出问题了。四川口味在地化卤泡面，包含牛肉、鸭血、豆干、川耳、青江菜、高丽菜、萝卜贡丸泡面，但这跟我们一般吃的卤泡面有什么不同呢？龙子面还能有什么玄机呀？天啊，太犯规了！因为这个汤头，它让对了，它让这个王子面吃起来跟我们一般吃外面那个卤泡面那种口感不一样，好香哦！这个煮的应该有算时间吧？有。我觉得就是这个要一段，把那个味道把它卤进去。对，卤汁很厉害。店家特别在酱料区提供了特制麻辣酱与醋，让你可以尽情享受超越酸辣极限的快乐。查理的感想是，好好吃了，真的。味道不一样。你是辣到哭还是感动到哭？真的会流眼泪。感动到哭。真的，怎么会这么辣？又这么的酸。再来这碗人气美味香葱拌面，当葱花、猪油、酱油与面条和特制辣萝卜交织在一起，口感会如何呢？它吸饱的那个猪油，整个这样牵上来，如果一定要这个面条才会，它真的才会吸到猪油嘛，对不对？所以整条面，你看，我看我拉这么长，它整个那个猪油都是粘在上面，一吃起来那个猪油香，那个葱的味道，对，然后就冲到你的嘴巴，然后还有那个辣口感开始出现了，真的最重要是酱的问题。是那个酱，对，最主要是要酱。我来吃一口。对。哦，好入味哦。入味对不对？平民的价格，这就是，但是味道是不一样。就是说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吃什么猪油拌饭，对，你越简单的东西，你越要考验它的真功夫。对。不管是特色小菜还是酸辣汤粉，来这体验正宗四川小吃文化，把美味化成眼泪与口水点滴在心头，人生夫复何求啊！实在是太爽快了，我今天真的是好吃到流眼泪啊！你真的让我觉得你在吃方面完全征服了我。不要这么伤心，你好 man 哦！别伤心好不好？好，你吃辣的技巧，我现在慢慢练，可以练的。真的可以练吗？可以，我下次再来挑战好不好？可以。像人的胆量跟志气是可以练的。真的很好吃，好吃，我一定会成功的。是的，经过讨论，我们已经决定了，本店最推。查理煮厨真心推荐正宗四川综合酸辣汤粉，真的好吃到让你酸到流口水，辣到让你流眼泪哦！不过瘾，自己还可以再加辣，再加酸哦。搭乘捷运淡水新营线，坐到士林站出口一出来，往中正路方向走，就会看到它在你的左手边哦。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 GoGo 捷运。不必度，我们就有透瑜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好，麻烦透瑜老师。老师，你的开始都很突然呢。太快，看不清楚。都还没准备好。这个有点杀气。来，你拉。拉。你是想要 Q 我跟你一起拉？Sorry， 季春。想要陷害我没那么容易。他非常的标准。你那完全比吃橡皮筋来，怎么吃橡皮筋？橡皮筋不能吃，这可以吃。哎，这个可以。能吃的橡皮筋，你看。黄大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如果吃饭打包的话，可以直接把它拿来用绑的，绑绳，因为它太